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敏儿。现在就是差不多要吃饭的时候，我在这边就是做了一个兼职。今天是第一次上班。平时如果是这个时候，就是已经很多人了。好可怕，我好久没有来这边了。以前这里的人呢、多到根本走不进去的，现在是这个样子。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店都已经撑不住了，已经关门了，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。因为没有游客的话，澳门真的是租金太贵了。我现在就走在大三坝那条路上，聚集也是没什么人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爱你就像山里的雪。现在走出来了，要找个地方吃饭。我的心在那河水里天下，加了一个凉瓜牛肉饭。好，先吃饭。可以啊，吃。现在澳门的那个好多店很近，没什么客人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